精彩剧情抢先看。小叔虽然为了妈妈的事情在烦恼，但看到若有所思的周正还是忍不住关心。真的没有什么事。好吧，如果你不想说，那我也不逼你。不过你要记得，不要让自己太累。精怪的小叔为了让周正开心，竟然想出这种方法。有听到吗？今天 L 小姐想要点播一首歌给很爱逞强、喜欢把心事都埋在心里面的 J 先生。这首歌呢，就是 L 小姐想要对 J 先生说的话。究竟 L 小姐要送上什么歌曲呢？就敬请锁定本周日晚上10点的《真爱黑白配》，完全娱乐独家报道。